小他七岁的男星贴身任务，两人相拥摸脸一点也不避嫌，不过却在收尾时不小心碰头，唐健次捂着额头疼到出话，真是让人又心疼又好笑呀。佟丽娅作为舞蹈专业出身，抬手尽显婀娜风姿，而一旁的唐健次也不甘其后，动作也是干净有力，二人的配合十分默契，旋转拥抱搂腰，动作很是连贯，气氛也非常美好，一切都非常完美。但是却在最后拥抱的时候，佟丽娅一不小心没刹住车，二人来了个额头大碰撞，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感到疼痛，真是太惨了呀。